好，谢谢。可以拍张照吗？好，来。台来去制作，以前大家有没有品牌？我们是以台湾的在地文化在台里，我们有句 slogan， 这是什么？这个是台里，我们有一句 slogan， 它叫做“光谱大地数酿酒文化”，去做连接。我们当时所做的料是保生大地，这个是针对台湾的议题所保护环境节危机、地球暖化扭转机。加油！谢谢，我们都不想来这边。本专题是异想天开。哦，谢谢。让我们的长官们感谢你们，谢谢。比赞，我们最会的赞。然后这是我们观音高中的那个动画，然后我们介绍来给你看是商品，我们的手办动画机。我们想让观众知道，我们动画是一帧一帧绘制而成。一秒我们一秒大概二十四张哦。画多少张？我们这个动画在。这是他的妈妈盯着，然后无时无刻关注的感觉。妈妈都会经常这样做。对，这样要换大的。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像连续的，其实就是一张，就变成动画。对啊。对。这个动画是在讲我的主角阿神，他在学校的时候看到一样当初和他一起读书的这个学生，制作4分26秒的动画，所以你人最少，那个片长最长，对，你们跟评审介绍这一段吗？我们有跟评审介绍，就是我们动画的，然后是，我这里也看一下，来啊。所以你自己拿出赛，那颁奖的时候就是，所以连奖上，这次我们是又恢复，对，之前参加就是连了3年，对，二级跟健康。那这个机台又是目前业界比较忙，你知道多少？它是可以做立，做各个角度立体的，对，它可以做，可以在上面做蚂蚁，做什么立体的蚂蚁？哇，不用做球的蚂蚁。我这边有照片，看过没有？看到吗？可以，对，它在五轴加工区，它材料夹在这里，拿来做。这边就把它这刻成一个形状。那这个就是业界目前主要在流行推广，或者是包括在正式的在外面量产的这种机器，大概4-500万，一做这样，对，大比这个大4-500万。我点的部分，我加入一些阿杜的程式，然后还有我们的富尔转速器的程式。还是一小时可以，就是一分钟可以发多少电？侧转速，然后带到我们动力里面。因为这两种是以现在业界上最常看到的模式，也是我们科内两种机具的操作模式，分别是小松、空麻子跟日立。现在真的上司机来说太危险，而且第二点，现在主要都慢慢推行电动环保嘛。因为目前我们彰化市呢，都是很分散的一家一家的客运总站，它并不是一个整合的，结合一座转运站去改善这个问题。那刚好我们彰化市有一栋，就之前有讲过的新闻，就是并且这边是桥友大楼的基地，在这边都是原本彰化客运的基地。我们是帮他们结合在一起。好，谢谢，来，谢谢他们了。来。黄静怡组长，欢迎。
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宋耀廷副校长，欢迎。台湾师范大学科技与工程学院郑庆廷院长，欢迎。以及台湾师范大学机电工程学系陈金宝教授，欢迎。我们台湾师范大学宋副校长、郑院长、彭教授，还有我们国教署代副署长、黄组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还有我们很辛苦的评审委员，大家早安，大家好。好。首先要特别的恭喜我们要即将获奖的同学还有老师，当然这个年度最重要的竞赛，我们有三年的时间，因为疫情虽然有持续的办理，但是比较不能像今天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同学们、老师们有这样的整个齐聚在一起。那整个疫情也在5月1号有了这样的一个降级转类的改变，我想这一点是让我们更可以把这年度的盛事可以做最好的呈现跟办理。在这里我要特别的谢谢我们台湾师范大学我们所有的师长来共同为同学所办的这样的活动。那是不是我们热烈的掌声来谢谢副校长、院长，还有我们陈教授跟所有服务的同学。那另外我也要感谢了，因为疫情的改变我已经三年没有机会可以跟我们参与专业群科有关这样一个重要竞赛的活动跟同学们来恭喜，也来感谢老师。那因为过去参与我们地质相关的活动都让我觉得在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在老师的用心指导之下，可以让同学们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参与学习的机会，尤其是专题制作专题实作或创意的这样的一个竞赛更是可以看到同学在过去学习的过程当中，在老师的指导之下能够将自己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还有发现有一些跟课程学习能够做更好的连结，来形成自己的专题。那也透过同学们的彼此的互相的合作可以做出一个非常好的作品出来。那今天早几分钟前有分享看到我们几组同学的分享，真的可以看到同学们每一组的那种巧思，而且想到的就会想要把它做出来，而且也能够不断的去精进知道这样的部分、这样的作品，从过程当中也体会到更多原来还可以更好。但同学们也都不断的往这样的方向来努力。专题的产出可能是来自于自己家里，也许是经营某一个工作，发现从这个工作上的体会可以怎么样的再来延伸。那也可能看到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不方便或可以更好的一些构想来解决这些问题。我想这一些都是同学们不断的来延伸。那今年竞争特别激烈我们的两组参与的团队在初赛的时候总共已经超过2100多组的这样的，但是结果没那么简单大概不到185组才能够进入到今天的决赛的成果。所以这样的过程我相信今天能够来参与的同学本身
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在学校学习的一个佼佼者。那今天如果能够在2100多组的过程当中脱颖而出，我也特别恭喜同学们，真的你的用心跟努力有被评审老师们来肯定。当然更重要的，我一直很期待也很感谢我们老师们能够在同学们3年的学习过程当中，能够除了知识理论之外，也让同学们能够实作，能够动手做，让技职的务实自用的部分可以在各位老师的指导之下，能够一一的来体现。那最后我也要跟大家报告，在112学年度开始，我们有关技术群科相关的前导学校，也会将实作的课程能够进入我们这样的课程的连结，希望在未来我们有更多更多的老师也能够借由这样的机会，让同学们从学习的入学以后的开始能够透过课程这方面的规划跟学习，逐一形成自己在这方面的专题的探讨，也能够透过合作实作的这样的过程，也能够逐一的来完成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非常好的作品。当然我也要非常的佩服各位同学从大家介绍自己的作品的过程当中那样的有自信有条理这个我一直认为是在我们技职呈现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同学们最了不起的地方，很勇于告诉大家我做了什么我这样的一个作品是经过怎么样的一个历程才来完成，最后我希望帮忙这个社会再成就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这是我特别要佩服，也对各位老师的指导表达最大的感谢。最后也很谢谢我们的评审委员，在很短的时间要帮同学们这么多好的作品找出这个最后的决赛的这个成果这个过程也非常的艰辛，谢谢各位评审委员的辛苦恭喜大家，谢谢。我要邀请在场的各位师生，请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提升专业素养，研发具创新之教材，教法评量教具及教学媒体，建构就是创新教学个人奖评选，技术型高中或综合型高中同时奖，国立基隆高级商工职业学校潘正彤老师，各位给予热烈的掌声。也恭喜我们的金质奖可以获得奖金50000元，银质奖可以获得奖金40000元，铜质奖可以获得奖金30000元，以及优选的老师可以获得奖金20000元，恭喜！
由陈全义老师及余文琪老师组成，以翻转空间造化美、跨域美感素养教案获得金质奖。接着恭喜国立台南第陈伟老师、陈世伟老师及吴品仪老师组成，以城市地景小时光教案荣获银质奖，恭喜。以及台中市立台中工业高级中等学校，恭喜金质奖团队可以获得奖金10万元，掌声恭喜。以及银质奖可以获得奖金8万元。铜质奖获得奖金6万元，恭喜！再次恭喜所有老师们，王嘉伟老师、许静莹老师，学生们给予热烈的掌声。
所以叫我这个电影的来带你说述一下哈，那是为了表达对母亲的偏向母亲的一个敬爱，所以我还是唱来唱来，所以带回大家唱大声一点，把我的声音压过去就好。机器人灯。
金15000元。一，我们恭喜苗栗新竹高职工业职业学校摇出超大殿荣，及高雄市立中学。快去买
开心吗？来看向前方的相机。东夏市商业高级中等学校梦想家，以及国立台南嘉琪高级中等学校桃木李一，恭喜四组团队。第三名，恭喜国立嘉义高级嘉义职业学校独树一格。以及第二名，学都感动得哭了呢。欢迎永续之星李丽，以及国立中文高级嘉义高等职业学校黄金红海林欣彤，以及第二名，就是李安吉时，环游历史所有地景，阿公阿生日情境来庆贺。恭喜第三名获得奖金6000元，以及第二名。没关系，从来没有想过会怎么讲，那今天
拿到第一，就非常的开心，也第一。你不要，我不要，来，弄过一点。我要怎么讲？我们作品中遇到的困难，我觉得最大的是 C 加加，但是我靠着一步步从网络上找边教学，还有老师的鼓励，我成功了，我成功拿到第一名，谢谢大家。心情分享，看镜头。我们经过了很多努力，然后最终得到这样的成果，我觉得十分的开心。你们总共花了多少时间做这个？这个专案大概？三个人一起的时间大概是一年左右。中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我觉得我们这一组因为人比较少，然后事情比较多，会有工作分配以及沟通的问题。然后我们有跟老师协调，然后互相在环境中理解，然后慢慢就解决，但当然还会有一些矛盾。这个老师补充，来老师补充三句，来，好，你再过。这个组是我带过最奇妙的一组，虽然不是很完美的组合，但是互相支援，最终拿到最好的成绩。谢谢各位。好，今天自我介绍。好。罗嘎苏嘎拉鲁木嘎沙玉马祖，我们是来自宜兰县大同乡的翡翠样团队。今天的心情，很兴奋，非常兴奋。紧张，因为很多组都很强。非常紧张，但现在非常开心了，就压力全部都没有。我们刚刚在台下的时候有点激动，就原地落泪。对，现在知道第一名就非常的开心，就觉得文化传承会重视，很开心。那最想感谢谁？老师。所以我们对，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得知道就是老师嘛，所以他背后的辛苦一定是有付出，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部落访谈的那些部落祈祷，就是没有他们提供给我们资讯，我们也没办法做出绘本。然后还有配合我们进行阅读诗歌会的那些小朋友，都没有他们给我们任何回馈，知道为什么要收绘本有图文。身边的就是同班的同学，还有朋友，就是他们就知道我们要比这个，然后都很支持我们。然后刚刚也有在看直播，就帮我们加油，就是非常谢谢他们。很开心，就是很开心啊，对吧、啊？就是可以在这么多的组别成那个突破、啊，对吧、啊？要感谢他们的成长这样子、啊，还可以让我们荣获这个殊荣。你要对你组员讲的话是什么？组员，台科见。笑死。我知道。你们现在几年级？三年级。三年级。就是最后的机会了，最后机会，再不把握，真的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对，此生无憾了，得第一名。此生无憾。对吧？第一次参加。第一次。第一次。对。对那你们两个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什么困难，怎么解决？就是要互相就是切磋啊，还是要听老师、指老师的那个对吧、啊？意见啊，要互听意见，然后做改善这样。如果没有他们，也没有我们，是吧、啊？给一句自己，给自己的一句话。五月十二点，12点30分。可以，我可以的，加油。给自己的一句。持续努力，在进步。心情得到第一名，就努力那么久，然后得到第一名是真的很开心，就发自内心的那种。这也是第一次在一个场所里面见识到那么多的作品。也算是眼界也，就是眼界有打开一点。努力了多久？大约半年以上。在这过程中，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然后怎么解决的？因为我们是刚升二年级嘛，那其实我们做的实验跟我们课本所学的只有教一点点而已，所以我们都是过程中就是指导老师一步一步的教我们，我们才可以做出这个研究。那明年还要想再来吗？明年应该是没有办法来了啦。
因为要给学弟妹一点机会。那你要给学弟妹的建议是什么？就加油，努力就可以得奖。给学弟妹的建议。希望他们如果以后上来能加油一点，大家想小四就加油一点。给学弟妹的建议，我觉得其实有机会就上来台北看看，台北一切都真的都很酷，都是那种南部啊，就是山区，这些。给学弟妹建议，或者是给自己的一句话。可以的话，是可以跟别人合作一起上来的。心情，我们很开心。刚刚我们没有，然后都已经哭了。对，然后后来有再走回来叫我们非常的惊讶，非常的开心。对，今天的心情，昨天晚上我事实上有点睡不着，有点害怕没有拿到得名，没有得名之类的。那拿到第一名的心情是怎么样？想哭。超想哭。那最想对组员讲的话？谢谢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才能一起拿到第一名。我很开心。对，最想感谢谁？园长吧，就是我们都会留到很晚，然后园长跟科组都一起，然后就变成。就大家都很累，然后大家一起坚持下去，就很开心，然后拿到第一名。把东西先放在这里。是，这样可以啊。就我们真的非常开心，因为就是从高三上开始，然后一直以来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发想这个专题，到这持续的成果，然后老师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指导，然后我们也是就一步一步慢慢的这样就是走过来，然后就因为都是我们亲自动手做的，所以我们特别有感触。对，就是拿到第一名的话，就是觉得这些付出都有一个收获，就很完，就比较完整了。那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什么挫折、困难，然后怎么解决？这些挫折就是我们在包装或尺寸上面常会有出错的部分，然后再做错就要再重做，然后再花一次时间跟钱这样。对，然后还有组员的沟通也会就是有一些问题。我们还有吵架过很蛮多次。对，但这都是为了专题更好，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在磨合的，所以就透过这个专题，我们真的学到很多。那我想给组员的一句话。啊，给组员的一句话，你先。给组员的，对，叫他组长，对。我对我组长。给组员。对。希望你有一个好大学，因为他还没有大学。然后你不要再迟到这样。然后你就是第一，你真的是很棒。然后你有大学，那我就不多说了。然后。好，那最想跟老师说什么话？老师真的很辛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他的教导。老师不要再骂我们了。对，因为他对我们其实比较严格，真的很严格。对，然后就给我们设定的目标就是说，他这几个礼拜天天在骂我们。他比较要求比较高一点。然后我就哈。我们是复兴三公，那专题在课程里面啊，蛮重要的一个环。那他们这个主题其实有跟台北市立天文馆有做产学合作，所以他们不管在实务的方面跟业主能够有充分的沟通之后，来实践这样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其实我们希望做的是一个未来比较有前瞻性的一个品牌形象的一个服务体验啊，所以这个航空主题未来航向宇宙的这样的一个太空旅行的这个主题是属于比较前瞻性的一种想象的一个这个专题的一个主题，让学生有这种天马行空的发挥能力。谢谢。好，是影片哦，看我哈，影片录影哦。啊，所以我们就说一下我们有奖心情。好，开始。好，那个我们是樟树国际时钟专题组。好，赶快给下一组拍照，我们只剩三分钟，我觉得大概是从上一年寒假的时候开始做这个专题，然后一路做到现在，然后终于有了结尾，就觉得非常的欣慰，然后还蛮不现实的，然后但是感觉说就很有成就感，然后现在终于我们这一年多的努力，修修改改、反反复复的一直去制作这东西，然后终于有了回报，所以觉得很开心，能参与这个专题，觉得很荣幸这样子。就是说，
我们其实最近忙忙东忙西啊，就是像是我们在整个展览前的一个礼拜，然后我们就是就是每天都是很晚回家，什么八点九点，然后回家，然后我们要练报告嘛，然后练完之后就直接睡觉，就基本上是完全这一个礼拜就是真的。我觉得哦，最后终于是有成果是很赞，而且我们之前参加比赛都是当忘年老二，这是终于当了第一，这不是忘年老二。好，大家分享一下上台前领奖的心情，在听到二三名还有佳作都决定之后，就很紧张，自己到底是第一名还是完全都没有，就很害怕。但是在听到张数的时候，就知道哦，为什么我们张数至少有其中一个能到得奖，但是听到是自己的时候，又在更开心，然后才感觉又跳到天上，对，就觉得像跳到天上感觉，超爽。但是然后真的就是。感觉是一线资格，能获奖真是非常的开心。我觉得那个颁奖过程是不是特别设计过？可是故意让我们超级紧张的啊！对啊，我觉得特别设计过，一个一个来，邪恶，要么就上天堂，要么就下地狱。下一位，那我觉得非常有惊喜感，自己上上下下，不错啊，可以之后也可以这样设计，大概这样。要是掉自己拿。因为这个比赛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然后怎么解决的？然后我们遇到一个比较近期的也是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在布展，昨天布展嘛，我们布展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是用挂轴，我们是硬挂轴，然后挂轴这样垂下来，可是我们后面因为挂轴那个挂轴的尺寸是对的，但是那个杆子有突出去，也就是说我们那根本插不到上面，它整个外面都突出来，所以我们只能随机一面把它把下面给它切掉。就是买个阿拉怪，我觉得我们那个要是没高好，可能炸，对，可能就炸，超恐怖。所以我们就当机立断把下面切掉。那我觉得这个专题竞赛最困难的，对我们来说最困难的是表现自己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在制作动画上，我们都还算蛮熟练，然后我们也很喜欢去做动画。可是把自己表现出来，我觉得还蛮难的。所以我觉得最难的是报告，然后还有做这些做展板之类的东西，就觉得很困难。就像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出现各种插包，出现各种 trouble， 然后我们都只能尽量补救。然后好险，就组员老师之间，老师很大力的协助我们，然后让我们可以就是顺利的度过这个难关。好，非常谢谢大家，各位亲爱的我们地方的学校的老师跟学生，专题及创意制作竞赛这几年因为受到疫情影响，明显的作品常常没办法好好的呈现。那好不容易疫情趋缓，所以我们今年很顺利的会在我们台湾师范大学来举行这一次的这个专题制作竞赛。那三天的活动很顺利的这个举行完毕，同学们的这个作品都受到重大的肯定，大家都觉得说我们技高的学生所展现出来的这些实作能力跟创意，确实是优于一般的同时期的。那部长亲临来鼓励同学，也看到同学优秀的表现，也非常的肯定。那也希望各位秉持这些精神，那未来在你的学习路上或者人生，可以带给你很好的一些动力，让你的这个人生的求学会更美好。那祝福大家，也希望能够来年继续来参加我们的快艇做比赛。谢谢大家，谢谢。可以再跟我讲啊，就今年就是同学要持续。然后可以看到同学的这方面的表现。好，那今年因为疫情趋缓，所以同学们能够齐聚一堂，然后互相我们也举办成果展，也让老师进来开放社会大众看到学生的作品，大家都很惊艳，那学生彼此交流，那享受那一份的感动，享受那一份的热忱，享受那一份的年轻，那这些都是未来各位学习路上重要的一个养分跟粮食。那希望大家秉持这样的精神，持续的继续下去，祝福大家，谢谢。